每年11月都有一个名为 NNN 的挑战活动 No Nut November， 即是整个11月都不可以打飞机。一开始的挑战者有很多，但是坚持到最后的都没有几个，而我就是准备到达终点的人。但在成功之前，我必须做一个关乎我终身以及世界的决定。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由小到大的梦想是成为飞机师，在可以正式揸飞机之前，先打住飞机熟习下环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在打飞机啊！停手！喂，做什么？没啊！来不及了，动手吧！喂，做什么啫？好彩，差点就世界末日了。孩子，有个坏消息，恐怕要跟你说声，来这一个月不可以再打飞机了。吓、啊！传说记载，在2020年11月，恶魔会利用人类打飞机所产生的能量，开启地狱之门。一旦地狱之门打开，恶魔将会降临，到时候必然心灵涂炭。而封印他的位置就在你身上。喂，孩子，世界和平靠你了。那我咪冇办法成为机师咯？哎，唔使担心，只要过埋呢11月，恶魔嘅力量将会减弱，到时候你咪可以尽情咁打咯。系啊，我叫 Eleven， 今日11月，我哋会尽力帮你啊。佢叫 Eleven 啊，好可爱啊！睇在佢份上，唔系睇在世界和平嘅份上，我决定踏入一个我所不曾认识过嘅世界。由呢一日开始，我嘅生活必须受到严格嘅控制。真系要咁做？为了世界和平，没办法了。每日都要进行体能训练来转移注意力，而且绝对不可以有独处的时间。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去，我感觉到自己发生变化，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幻觉，手脚不受控制，踏入了这个未知的领域，令我深深地感到不安。没事嘛，你差点打了飞机啊。慢慢开始要借助法宝才可以维持意识，在过程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和诱惑。喂喂，阿泰，咁难出去打飞机啊！我哋有套绝密护驾驶记录上，你睇过身影？哇，我记得先。好在有 Eleven 嘅帮助同鼓励，才可以坚持住。你冇嘢嘛？我冇嘢。为咗 Eleven， 我必须要挨落去。日子嚟到最后一日，过埋今晚，这个世界就会重新获得和平。过埋今晚，我就可以打飞机啦。长夜漫漫，买个宵夜先。呢段时间辛苦晒，估唔到你可以成功。我谂除咗霍格，应该冇乜人可以完成到。多谢你。点解佢会喺度噶？你冇嘢嘛？点解间屋做啲咁嘅嘢喺度嘅？我真系控制唔到佢，大唔到！睇少一阵都打飞机嘅。唔好意思，呢条捻样就系恶魔啊！冇错，虽然佢样似捻样。真真正正的恶魔，边个话我似男人？等我先杀咗你哋！哦，即超能力！喂，你话神父都唔去帮他？冇办法啦，封印已经解开咗，我哋凡人唔系恶魔嘅对手啦，冇办法噶啦，办法唔系冇，得翻一个，系咩啊？就是你必须要同上帝祈祷和承诺，从今以后不再打飞机，呢股力量就可以再次封印恶魔。但你就我小个冇好好读书，有很多嘢都掌握不到。到大个咗之后，我以为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掌握到我的人生，但到最后都是失败收场，是打飞机。是打飞机填补了我空虚，还有失落、失意、
失敗的時候是打飛機陪伴我，他不單單只是解決了生理需求，他是黑夜中的火把，照亮我的前路。太精彩了，估不到這一代人族人縱使這個全中手藝，對於你的情形我不會殺你，人家兩個一定要死。不要再亂說了，除了打飛機你還有很多事可以做的，你可以認識很多朋友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，你還可以用更多的時間去認識女朋友的。為了這個世界，為了Eleven，神啊，我承諾以後不再打飛機，你賜亮亮給我，摧毀這個惡魔。估不到你為了世界和平可以付出這麼多，多謝你，這個世界好彩有你。就是這樣，我靠著承諾以後不再打飛機拯救了世界，我發覺我失去的比我得到的更多。雖然人生失去了很多樂趣，但至少我現在看上去健康很多。為十一月堅持到 NNN 的人致敬。大家好，我是家聰。我是 Tina。 咁大家都知道啦，我同 Tina 都已經係好多年啦。咁喺今日咧，終於有個好消息要話俾大家知，就係我同 Tina 已經決定咗啦，喺今年嘅十二月份喺澳門嘅巴黎人酒店入邊嘅巴黎人劇場嗰度啦，我哋將會有一個聖誕嘅魔術 show 啊！咁到時咧，唔單止有我同 Tina， 咁仲有其他人嘅，分別有啲咩？分別有 Alex 啦、阿泰、可伯、豪子、佩蘭同埋 Rachel 嘅。冇錯啦，咁我哋就會喺十二月十八、十九、二十呢三日啦，都會搞 show 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就可以留意我哋買飛嘅資訊啦。同埋我知道啦，香港嘅朋友因為疫情關係啦，所以依家係過唔到嚟，過到嚟都要隔離啊。咁所以希望之後疫情完結咗嘅話咧，我哋有機會過嚟香港做個香港站俾大家睇睇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